据报道，台湾第一名媛孙芸芸4月14日在 Instagram 上传与妈妈何念慈的合照，让网友惊呼根本姐妹花。原来当天正逢妈妈62岁生日，她特别订了餐厅，全家人一起庆祝度过。鲜少让家人露脸的孙芸芸这次也抛出久违的母女照，并写道，跟老公孩子一起陪妈咪过生日。照片中她一身休闲装，妈妈的穿着则是简约却不低调，衬托出整个人的质感。母女俩紧靠也露出甜蜜的微笑，好感情完全展露出来。